开放，就让我来瑞，怕你不敢谈一谈，就让林北来瑞，让黄家门的爸，就让你走马来瑞跑。平常下班回去呢，老婆一直饭也不煮，还给我限制这限制那，不让我呢跟妹妹聊天。今天呢，终于不在家，当然要好好来桑一下啦。金色的沙滩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当当当当当当，就是无伤。脚刚好受伤，碰巧仁来峰医院就在眼前。OMG OMG， 哇，院长厉害哦。G， 哇。你看兵哥叫传播，我传播，哎呀，真能哎！天哥的护士小姐，一看就无正经，有啦，都正经的是你无正经的，我无正经，他爱上的，上的，啊，你上的倒位，是的，我上的脚，因为我得蓝脚病，我自细汉脚就是蓝色的，人叫我蓝脚哥哥。哎，这不要担心。刚好我们仁来峰医院专治蓝脚病，蓝脚病有药医啦哈。哎，有阿姨，我先叫他们两个上去好好的检查，来医我的蓝脚，赶快赶快。哎，蓝脚蓝哎，下面一点，下面一点，不在这里。啊，在下面一点，在下面一点，在下面一点。啊，在下面一点，在下面一点。蓝脚病，不能在肚子以下，肚子以下。叔叔帮你服务，别他呢，他拜托嘞，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你对我那波大波水，哎呀，我是威廉沈沈玉林啊！你别有听过，但是我记袂起来。大家我讲你是艺人界黄轩，我哪唔知？对。就是 RMB， 害大家以为哦，我们医生的 RMB 很烂很差。哎，你卡拜托了，你讲我是什么异能界黄轩啊？不，我笑卡来口灵气，我跟你讲，啊，你干嘛呢？你才是医界的沈玉林，来告诉你啊，把我的衣服打开啊，你们看看什么？衣服是怎么样子的？你看看。他太久没有替我脱衣服了，所以脱很慢，脱了很久还没脱完。你这也疑心这看呢？哇，好嘻哈，好嘻哈，哎，自装。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亲从小栽培你考第一名，让你念医学院，没想到假劳你搞变安呢？哎呀，太对了，我考试没有考第一名啊，每次都没有考第一名，我不假劳，我年轻的啊，跟你一样很年轻啊。OK OK， 不小心，等一下。来，音乐下去。哎呦，是哟。又，根本没实力，发片还是来当根性。是，学会行销宣传，学费卖也是白金。现场演出靠对嘴，还得来一百分五金。万里安年整天只会 E-R-R-E， 他为了打个亮相还要牺牲自我，让人抓龙又吃又公然的小丑，真的摆不像个被嘲讽的木偶。你没有感觉吗？还是你说不出口？这个游戏就留给你自己去玩，这个人员打架他就好比人低档，我不爽，原来有你沈玉林烂，告诉我为什么你拿着麦克风站着这个舞台一直滚滚圆圈，也要出唱片，你要被我骗还怕没有时间？一般就是我的刀，摇身就是我的剑，我顶着安德森的一股力量到处撒野，既然庞大的数量无法四个儿子，麦克风就是我的水果刀，我长出庞大种子，如果你也是一般的一份子，让我看你举起右手比如中指，就让我来 rap， 看看你的长发，就让我来 rap， 你把地砖打白纸，就让我来 rap， 哈哈，你有天你最大，就让我来 rap， 快来黄泉门的吧，就让我来 rap， 来你来
着你来访，就让我来约。怕你不敢来看，就让你别来约。关在门的吧，就让你走马来约。以后不要穿那么露，就穿上跳舞，太性感了。哦，哎，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哎，尊重一下我们两个好不好？一边超一段，出口是这一边的。对啊，路口跑，我两个加起来超过一百回。现场朋友先来一个疯狂热情掌声。出去他们两个真的太像了啦，像是另外一回事。我跟你讲，那个味道感觉对是另外一回事。黄轩医师让我太感动，太感动，因为医院里面经常贴了一个告示，上面写好心情是最佳的良药，有好心情就会有好事情，对，常聚会就会有好机会，是的，就是真的在医院里面呢，大家心情好病情就会好，对，那当然医生看到我那会更好，是他如果跟沈玉玲一起来看，会更加好。那当然，因为有的病人进来郁郁寡欢，黄医师看到他，就让我来认，这个你的唱吧，就让我来认。就是这样嘛，他很好 Q 哎，很好 Q。你看哦，他是医生的医学的专业，对。但是如果人来是医他的身体的病，连心理部分也帮他治疗了。其实很多的病友，然后看到黄轩医师上节目，心里面肯定非常感动。对啊，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标杆，感恩，非常他等于现代活菩萨。对对对。今天这个表演练多久？这个歌还你挑的？对。没有啊，其实练得很好。其实我随便，因为要让大家高兴嘛。其实，在医院里面，其实我出来是先卸压力的，在医院看得出来。压力超大的，你是高压的一个状态。他帮我们综艺大热门当做先卸压力。然后他也号称医界的周润发，有没有？还给我自己找照片。这个正照片。真的假？有年轻学生的时候，大家都真的还有点像，真的发财发财，真的有点像，真的有点像。小朋友看的心情怎么样？来，你们先讲。诗雅跟诗雨，医生真的不好当哎，真的。什么都要会，还要会 rap， 生意不好，所以来上节目的。生意很好。可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很有默契，就是他们两个讲话真的很像双胞胎的讲话，就是因为双胞胎讲话通常会没有那个你们其他人没有插进去的空档啊，对。他们感觉就有这种感觉，对他们的节奏感。对。就是他们，就是很绵密，他们辣拍也一起。而且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刚刚只有彩排的时候呢，短暂的交汇了五分钟。啊，接下来就是那看得出来是五分钟才拍出来的，哦，很明显吗？明显，太明显。他的重点哦，重点已经不在 rap 本身，对，在他们两个的契合度，太开心了。来，左左右右，他们很有默契，就是辣拍一起辣，然后辣拍一起辣。你讲正确一点，是黄一之先辣的，他辣的我就会辣。没有，你先辣的，你前面唱歌就辣了，你先辣的啦，拍子有点慢了。那是我故意要唱在反拍上面，你有水准。谢谢大家，对对对对，我也是故意配上去的。黄医师，人家说我没有讲你跟那个周润发很像，跟沈玉琳很像。你的感觉怎么样？不会对你造成难过，不会啊，造成困扰。那个就是跟那个 star， 那个 star， 你们两位特别注意，有没有超过18票要惩罚？对，来，我们这边来，我们都这么老了，他们表演有默契，还是觉得濒临失和呢？3、2、1，举牌。嗨哟！真的，大家都有在，只有你举诗盒啊？为什么？我真的很想看他们被电一下。纯粹就想老人，尊重老人好不好？敬老尊贤。两位加起来110岁，爸爸妈妈有教呢。有。表演太精彩。我讲先哥，我一直反对哦，那个综艺节目真电。是。为什么呢？我们这种专业戏精，对不对？假电我们会演，假电比真电还像。你看哦，电。哎呦喂！黄医师，你要不要再演电影？来，电影，电影，电影，太像，太像！不要电他们，不要电他们。
次被电，假电就好，假电就好。我现在担心哦，担心我现在如果是病患哦，然后呢突然间坐在那边看见你会笑场，我一定会笑场，一定会笑的。我最近肝脏好痛啊，不要给你钱就好了。下一次人家不会讲你医院的名字，都说哎挂黄医师的号，全人来疯医院。我就比爱痛破万坦，目屎一滴流，老百姓对心肝吐血血，咱吐不出来，看我了紧，我袂好一条鱼。哦，厉害。